前方这辆车呢是蔚蓝，张磊老师带我们去一个能拍双车的地方，而我们开的车就厉害了，大途锐，旧途锐，谁开蔚蓝呀？这地儿好不好？哎，你快点的吧，等着铁锅炖呢，这怎么还没完了？你怎么还开着了？哎呦，你快点的吧！就你喷我干什么？咱溜达一圈呗。来了主题，走着走着发现我们两个车停，你给我起开，你给我。哎呦，这位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冰尖上舔血，找毛豆狗。炊烟袅袅，你又不炊烟袅袅，你这脸凉。2020我忘不忘？我们四个人原路返回了，要去吃铁锅炖去了。走，铁锅炖。用双旋桨的。哎，这个硬挺啊！这强行上这个。我的老家，哎呦，我的老家，绝了！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儿，村子不敢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。好嘞，谢谢谢老师送行演出，谢老师给的素材，谢老师，谢老铁。这样，我们这可是3.0T。涡轮六缸发动机，你给我起开！导航开始了。哎，大途锐，并且是四驱的，在冬天雪地里呢，这个驾驶的性能还是特别好。让张老师说一声。可好开了，这车特别喜欢。咱们出来玩的时候，如果开一个途锐出来，那真的特别爽，就空间大，动力足，整个开起来就非常轻松。这好车，好车。奔赴铁锅炖。东北的天，这嘎嘎冷的天。我们铁锅炖正好是绿灯，400米右转，吃嘿，呼呼，嘎进去了啊！这可是这都坐下了，真绝了！我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来东北必吃的菜叫蒜泥血肠。谢谢谢谢。嗯，这玩意儿你就吃着呗，干骨头，还行吧，老师。来了，不能再跟他们聊了，也不能再拍摄了。那一会儿没有了，个屁的了。这包面真香。哎呀，这大铁饼，造一个。吃点窝肉，来排骨。你这是吃人了。来东北就得吃个冰棍，哎呀，太冷了。还好这个车有座椅加热，不好看呀。大东北，大雪地，大土堆。大磊哥，大磊哥，我去。梁老师，你刚才试驾觉得越野场地那个途锐怎么样？我觉得今天这个越野场地整体的难度对于途锐来讲啊，其实都算简单了。嗯，就是途锐其实是一特硬核的，也不说硬核吧，但是它越野能力其实特别强。啊，它的整个四驱，还有它那个类似于全地形的那种，你可以选择选择模式啊。对对，其实就能把越野变得一特简单的。嗯，虽然说刚才你看，你还创造个奇迹啊！呀，整体的整个开过来是没有太大困难的，对于车来讲，啊，这车也不费劲儿。轻轻带着油门，呜呜呜就全都过了。对，还真的挺好的，对吧？那么下午呢，咱们就换了个车型。老师，梁老师，下午换成了蔚蓝。走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梁老师，你发现这个车噪音好像比咱们之前在北京开的时候小了很多。我觉得可能一个是轮胎跟咱们在北京开的时候配备的不太一样了，另外一个车速咱们也没有开的那么快啊。对，毕竟嘛，这个车是一个两驱车型，
但是在这个冰天雪地里开呢也还好，毕竟这长白山这些出租车也是两驱嘛。对，其实两驱四驱在这种冰雪路面的时候呢，就是如果你是两驱车型，就加速不要那么急，然后呢做好预判，对吧？对，其实车距离得远一点，哎，就问题不大，没有问题。反正是你购车嘛，就看你跟人的需求和喜好了。这个就偏向于城市的生活呀，生活方式不是特别越野的地方去玩一玩行。但如果说你就需要四驱，总想去玩越野什么的，就选择今天上午开途锐。哎，咱俩应该不聊这些了。据说下午啊，还有很多好玩的。说什么好像有什么垂钓啊，冰上垂钓，你也上我这边来瞅一瞅，这边也有一个仪式。你那好像不都冻冰了？我这都不冻，我这天啊！哎，对，还有糖葫芦，这个小人是手菜刀的。哎，你看这老师，这胳膊也不咋好使啊。并且说还有一地方能看到长白山，这个就是望远镜，然后你可以从这里面找一个角度，哎，找找，哎。看了吗？张维山，那今天关于车的项目就结束了，就到这儿了。我们要开始去玩去了，咱们一会儿见。抓到一只在逃小雪人，远处的那座山就是长白山。哎，这就是冰钓。看我这个胳膊折了。哎，钓鱼。啊，走你。这是什么宝吗？就是这样这么个小屋，然后已经凿好了两个冰洞，只要它动，就猛地一抬起来。哦。绷直，因为有鱼的话就会有这种抖动感。嗯，我来张雷，你行不行？你别给我拿，你别给他，拿过来看，你眼里拔不出来了。我就问你，你别问钱了吗？你别问，管我呢？谁让你拍了？交钱了吗？不要打扰我钓鱼。哎呀，这不刚才兴奋半天的没钓是吗？你钓上了吗？我这都不动，我这天啊！战果如何？就还那一条，仅有的一条，一点都不带动的。哎呦，我那个呢？你那更白扯了，你那好像不都冻冰了。人家大哥自己哐哐哐干四条不上来了，你看这四条，人家没准一会儿有第五条呢。你也上我这边来瞅一瞅，这边也有一个鱼食，你别坐那头，这连一米都没有，啥也不是。这牌我赶紧开始找个地，自己钓鱼你也一样，至少在这儿也得等有半小时，一个小时吧？啊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得有了。这老师哐哐干了四条鱼，哎，马上要回去了。好，我们准备把这几条鱼放了吧。哎呦，真绝了！一个两个，哎，怎么还有不走的？还有不走的？行，人就七秒记忆，走吧，老师，一会儿就忘了他来过了。前面这个就是日照金山的长白山了，在我一条鱼没钓到的情况下，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大哥夸夸磕四条，我也一条没中，你也一条没钓着啊？我也没钓到，完了。掉四个，在今天的无奈当中吧，结束这次拍摄，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《李南说道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